胜电子是一家超过30年历史，致力于先进人工智慧和物联网的全球科技领导厂商。凭借过去在晶片开发累积的基础，同时也提供了多元化的嵌入式平台，再到现今拥有了全方位的人工智慧解决方案。重要的核心技术包含了边缘运算、电脑视觉以及人工智慧的应用，提供创新交通运输、工业以及智慧城市、数据中心应用等智慧解决方案。在数位化的浪潮下，企业在面对强力的竞争，有数位升级的急迫性， IT 必须要走在最前面。网络基础是企业非常重要的基石建设，它也是各项应用服务的骨干。打造一个安全的数位基础是企业数位优化的第一步。 SD-WAN 它混合了专用网络以及 Internet 等多个网络的组合，借由多路由以及多元的线路，提高了全球网络的安全性、可用性以及稳定性。Complete Hybrid， 所以它整合了 VMware SD-WAN 的智慧网络服务，它拥有能够简化企业 IT 的网络架构、优化应用程式的效能、让网络资源更有效使用等特性。再者，它可以弹性与快速部署，能极大的提升业务的灵活性，企业可以明显的感受到频宽利用更为有效率，网络的成本自然也会降低。通过 VCO 的图像化使用界面，提升 WAN 的可见度与控制的第七层的应用程式流量，让管理人员的效率大幅的提升。 CPC 和远传展现了绝佳的专业技术团队的能力，让我们非常的放心。从评估时期的详尽说明，到提供及时的服务以及跨国资源的安排，它有效的解决了很多移转时所发生的异常，让整个移转过程的影响降到了最低。在这样子的合作以及信任关系底下，用伙伴来形容 CPC 跟远传是非常贴切的。 Citi Telecom CPC 在全球有超过500位网络、云端与资安工程师组成的支援团队，可以依照客户需求协助规划以及验证系统架构的可行性，甚至是提供全面托管服务。我们在超过160个国家建置网络服务据点、世界级的云端数据中心、云端服务中心以及资讯安全管理中心，并且已陆续在全球重点城市完成建构 VCG。 威盛希望透过这一次整体架构的升级，优化整体资料链的品质，建立长远全球化的数位基底，创造更加的获利契机。 City Telecom CBC以全球化的布局基础、在地化的细腻服务，稳健地与全球客户一同突破困局，创新不断。